好，又是一年高考季啊，大家也要各奔东西了啊。今天教大家弹唱一首《北京东路的日子》啊，这首歌曲呢非常简单，它的和弦就是卡农和弦一五六三四一二五啊，一级和弦，左手加个一，然后五级、六级、三级、四、一、二、五，按照这个和弦顺序，每个给它弹四下就可以了。开始的开始，五级，我们都是孩子，六级，最后的最后，到三级，渴望变成天使，四级，歌谣的歌谣，藏着童话的影子，孩子的孩子，该要飞往哪去？好，也教大家一个和弦转位分解的版本啊，听起来会更好听一点。看一下一级和弦，我们弹哆嗦来嗦；五级和弦弹西嗦来嗦；六级，然后到三级，然后到四级，然后到一级，然后到二级，然后到五级。好，然后我们弹唱一下。开始的开始，我们都是孩子，最后的最后，渴望变成天使，歌谣的歌谣，藏着童话的影子，孩子的孩子，该要飞往哪去？再重复。开始的开始，我们都是孩子，最后的最后。